片是你啊？对啊，我不信，你给我看视频让我看看。视频怎么能说害就害呢？多害羞啊！给你独家牡丹，怎么样，小姐姐？啊，不是钱的问题啊。差评，盗用网图，五星差评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开视频，开视频。我发现能不能别用差评威胁人家？多伤感情啊！小姐姐，你这好好看呀、啊！就是你这衣服我不太喜欢，快去换一件。啊，别吧，多麻烦。盗用网图，五星差评。别别别别、啊，现在可以吧？换好了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文熙，我不要做你男朋友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做你老公。哦，像这种老道家的套路，是不是我打断你的腿？不是，我就是。然后再养你一辈子。老板，我想跟你借一下车。等一下。啊？我先问你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世界上有比蚂蚁还小的动物吗？没有啊。那有比大象更大的动物吗？也没有啊。那有比前台更漂亮的女生吗？肯定没有啊。啊？前台肯定没有老板您漂亮。我的车你先拿去开。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。我操，这个腿长，这个腿可以。操，没事吗？对，跟我来吧。怎么把厕纸忘了呢？这是姐姐的面巾啊，也不能用啊。姐，帮我拿点厕纸。感谢花椒直播粉丝的。我一会儿会继续加油的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来看我哟。谢谢宝贝送的花。Only you， 都说爱我的宝贝们，今天我就先下播了，记得明晚八点来花椒直播看我马甲线女生的直播哟，再见。哎，你不是你不会用了我的面巾吧？又想吃东西了吧？你情敌比你瘦，我没有情敌。你讨厌的人比你瘦，我也没有讨厌的人。你喜欢的人比你瘦，我没有喜欢的人。在大马路上随便找个人都比你瘦，关我屁事。我跟你们讲，一般那些说我只想搞钱不想谈恋爱那些人，大部分都是一没钱二没感情。太过于真实了。You know what? When I first saw you, I thought to myself, oh my god, this one is going to hurt. 喂，老板。做事那么慢，明天早晨必须回来上班。好的，老板。我是桃子，这家公司的第一秘书。我出差这两天，老板就麻烦你们了。放心吧，桃子姐。记住，老板喜欢喝40度左右的温水，喝茶的话用柜子里的手工白茶，咖啡要冷萃加冰。老板要喝这么多啊？早晨上班一杯温水，午饭过后再冲茶或咖啡。哦。小陈，这是最近几天的会议内容，我都梳理好了。每次会议记得发老板一份电子报。好的，桃子姐。那就交给你们了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每天晚上10点订一份养生汤来公司。桃子姐，你可回来了！这几天老板就没给过我好脸色，泡的茶也不喝，怪我忘了告诉你，老板只喝山泉水泡的茶。
咖啡也不喝，我每天都提前放在他的桌子上。老板喜欢加冰冷茶，放早了冰块化了，口感就不好了。那你每天让我半夜订养生汤来公司干什么？最近项目多，老板一般都会加班到12点之后了。我不知道老板怎么教的你，能记住这么多事。老板只教过我6个字，什么？细节决定成败。大夫怎么样？保大人还是保小孩？大夫，两个都要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两个都要啊。孩子没保住，跟你开玩笑呢。这贸易，大人没保住。假如相亲对象是这样，第一次相亲就迟到啊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人时间观念比较差，不爱把女人当回事儿，你别介意。没关系啊，男孩子嘛，有点毛病也是正常的。你还挺大的，既然是相亲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学历一般，家庭一般，条件一般，工作也一般。一般刚刚好啊，毕竟平凡就是普嘛。没房没车，没什么上进心，更不想努力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多努力一点。我妈说了，女人不能太以事业为重，更不能有事业。全听我妈的。长辈的话适当理解也是可以的。行，那今天先到这儿。我来买吧。你先去忙吧，毕竟你的事情最重要。高富帅 VB 相亲有点意思。小伙子不错，姐姐我走吧，吃火锅去吧，庆祝一下。天冷你找我啊？你快乐，我们玩个游戏，我一句你一句，接的好给你涨工资。好呀。波妞喜欢中介，中介喜欢赚差价，赚差价喜欢送货雷，送货雷喜欢二手车，二手车喜欢瓜子，瓜子喜欢花生，花生喜欢牛奶，牛奶喜欢咖啡，咖啡喜欢我，我喜欢你。哎，不是天冷，天冷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喜欢我，你还会喜欢看电影，渣男。Taking this too easy, but that's the way it is. Now tell you what I really, really want. So tell me what you really, really want. I wanna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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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really, really, really wanna. Hey, 美女，到了，你把车位付一下。到了，多少钱？一共8700块，我算你8000块吧。什么车位那么高啊？你上哪了？不是海南在吗？海南站干嘛？我说的是上海南站啊！啊，上海南站啊！上海南站干嘛？怎么办啊，站长？要不然一起度个假呗？你想泡啊？你是变态吗？那也只能这样了啊！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迟到了，你看看。快点，书包书包书包，赶不上车了，赶不上车了。你干嘛？对呀，放暑假了。班长，起床干嘛？夜晚来临，大部分人都在吃外卖，而我亲爱的妈妈在给我做饭饭吃。来，让我们看一下我亲爱的妈妈在做什么饭饭。妈妈，你在做什么？滚一边去！得嘞，亲爱的，饮料我买好了。哎，不是说买一杯吗？这怎么两杯啊？我运气好，他买一送一。分手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遇到我花光了所有的运气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买单。孩子，你看那边那收拾桌的小伙子，那都是我儿子了，他都25了，你该叫我啥？爸，买单。想睡觉你就自己开，哎，没人伺候你，你自己想咋整咋整，啊！这玩意儿都给我扒拉坏了，你瞅瞅扒拉的，天天扒拉呀！完了，开空调还开风扇，也不知道省点电。这是太熟练了，这一套。
自己睡去吧，去吧，睡吧，烦死。八田，就剩一包了。想怎样？这石头剪刀布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哎，三斤两胜。耍赖。哎，嗯，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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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那边挺漂亮的，我帮你拍张照吧。可以啊。可以，来，嘿，嘿，我赢了。我一直有两件事情搞不明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，为什么人在不经意间咬到自己的舌头会那么痛，但是你故意去咬自己的舌头却不会那么痛。第二件事情就是，为什么你现在在咬自己的舌头？为什么你现在在咬自己的舌头？